前妻岳良，我们乳山生蚝岳培。来，像这样的泥嘎子，我是不给你们发货的。来，我给你们发的货，都是经过高压水枪108道的冲洗。啊，看看，到这里已经清洗得很干净了，给你们打开一只。看看，我们乳山生蚝现在的肥度。我们乳山生蚝只只都可以达到生吃标准，来看看白不白，干净不干净，打开了不要浪费，想吃的小伙伴赶紧去撸上吧。哇塞，哎呀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咱家三倍体生蚝啊，朋友们，我给大家发货的每一只呢都是这样各大肉肥的三倍体生蚝啊，喜欢吃生蚝的朋友们啊，不管是各大各小的全都是这样的肥度啊。嗯，谢谢。在我们海边啊，这个生蚝啊，除了这个外壳不能吃，像它的肺叶啊、大肺柱啊都是可以吃的。嗯，好像老板，老板，拿过来的生蚝给你呀、啊、你走进，我可跟你家好好，老板，老板、你们家这么肥的生蚝给几斤啊？给你八斤，八斤。我可是你们家粉丝呢。那赶紧走进。我还天天给你点小爱心哦。你是我，当然是真的。唯一的执着，只有你。哇，太肥了。老板，老板、你家这么肥的生蚝给几斤啊？哎，6斤。我可是你家粉丝哦，那八斤，天天给你点红心、还加了关注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给你10斤，哥哥就是这样的肥度，我还给你包邮呢。那我怎么购买呢？点击头像来我直播间直接拍就行。这世间高山与绿毛尽唏嘘，如沧海一生回味。真肥，太肥太肥了。我们乖乖又是有点坏，最爱耍宝。大哥大哥，快先别吃了。看别人说买不到你手上这么肥的生蚝，是真的吗？小妹啊，那肯定不是在咱家买的。像咱们家卖个大生蚝都卖了4、50斤了。哇，非常注重品质，都是这样肥的。哇，这也太肥了吧！这么肥的生蚝几斤啊？我给你8斤。我可是你家肥头客了哟。真的呀，小妹？当然是真的呀。那这样吧。哇，哎呦，太肥了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家肥的生蚝几斤啊？6斤。我可是你家粉丝。哇，这个真肥，太肥太肥了。哇天，哎呀，大哥大哥，快先别吃了，看评论说永远都买不到你手上这么肥的生蚝，真的假的呀？小妹，那肯定不是在咱家买的，像咱家都卖4、5年生蚝了，非常注重这个品质。哇哇，就这么肥的。哇，这也太肥了吧！
这么肥的生蚝几斤啊？我给你八斤八斤。我都上你家回头客呢。真的，小妹儿？真的呀。那这样吧。哇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！哇，这生蚝也太肥了。哇，老板，老板，你们家这么肥的大肥蚝给几斤啊？八斤，八斤。哎，我可是你们家粉丝呢。赶紧走去。我还天天给你点小爱心呢。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。两个是十斤，来，都是这样的肥肉。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！哇，哇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！哇，哇！老板，老板，你们家这么肥的生蚝给几斤啊？给你八斤，八斤。哎，我可是你们家粉丝呢。那给你九斤。我还天天给你点小爱心哦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给你十斤，来，都是这样的肥肉。我每天都吃五十斤生蚝，我吃了浑身难受。就是这个味道。